时序使者国服数量目前已经来到了20多张，其中呢也是破掉了一些裁决者的国服。那好奇的我呢也是想用这两辆车跑一下故园归罪，看看他们的腾空图势力到底有何区别。当然这里呢先声明哈，技术不同看法也不同，所以呢这期视频仅仅代表我个人看法。好，我们回到视频当中。首先呢可以看到，尽管裁决者靠着他的储存小喷特性做出了更好的细节，但作为起步车的时序使者呢也充分发挥了他的优势。前面有8个氮气特性加成的时候呢就没落后过，直到8个氮气过后裁决者才慢慢跟上。虽然后面两者跑的成绩都是一样的哈，但是时序使者跑到这个成绩呢是跑了几个小时，而裁决者跑到这个成绩呢只需1个小时内哈。所以呢对于我这种技术来说，裁决者的优势是易上手程度和稳定性都很高，而时序使者的起步领先优势在实战中杀出去也很有用。但是你要有技术能稳住才行，就比如说老马他们杀出去人家基本上就是稳到底，肯定是开时序使者好啊。但是我这种技术的话，我觉得还是裁决者不容易失误的车好啊。所以呢以个人这种技术来说，我觉得裁决者在那些被时序使者和战药双生破掉的图来说，它的优势还是依旧的。好的，那本期视频就先到这里吧，喜欢我的视频欢迎点赞支持一下哦，谢谢大家。